大家平安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体会到上帝丰盛的恩典充满在你的身躯顶？每一天早起醒起来，我都会感谢上帝，因为伊佫留着我活命，予我会通佫一摆来享受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一切。干那一点，就值得咱好好来感谢上帝恩典。咱今日所要看的经文是《以赛亚书》22章。第一节到14节，论义上的山谷的历史，有甚物代志，让你的百姓拢上厝顶？你满世界化险，大大喧哗的声，欢喜的声。你中间受胎的，毋是予倒胎，也毋是为着交战来死。你所有的官长做一个逃走，拢予亚经的人所捆绑，恁中间一切予人找到的，做一个受捆绑。因本是走去远远的，所以我讲，恁越走无看我，我要痛心啼哭。无得因为我的百姓受毁坏来勉强我。12节，当迄日主万军的耶和华教人啼哭哀伤，剃头毛。下满步，看有欢喜快乐，抬牛倒羊，食肉饮酒，讲做咱食做咱啉，因为明仔日要死啦。万军的耶和华对我的耳孔指示我讲：恁这个罪决断未赦免的，直到恁死。这是主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这段经文先在以赛亚。的预言对列国转告伫耶路撒冷城，伊看到城内为着亚述军队撤退，通城伫遐欢喜庆祝。总是以赛亚伊无感觉有甚物通好欢喜，一方面伊感觉即摆亚述军队撤退是因为投降，是因为拿一大笔的钱。予亚述才来换一时的安全，这无甚物通好欢喜，而且伫以后阁会受到攻击。迄个时阵有真侪只的领导者、只的官员，因唔管百姓的生死，家己大生世界逃命，为着保护家己，特别因来加强。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封闭系统，修补这些城墙，堆水池、水道等等这些，然后因就认为会当翘卡练喙手，食、啉、大大来庆祝。因唔知影，因安尼做其实无法度来解决问题。因更加未记得伫诗篇127篇第一章的真理，就是主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无；城池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更新。以赛亚伫遮来提醒大家，要解决危机，上解根本的方法。就是倒回来在上帝面前，为着家己的罪，啼哭、流目屎、悔改、认罪，总是真可惜。以赛亚在这的提醒，百姓唔若唔听，在这颠倒为着家己这的封闭的系统来咧骄傲，在这大吃大啉，欢喜庆祝。其实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当一个城，那夸口讲家己有真坚固的城墙，有够硬，而且水的时阵，那也够需要信心。当一个人会通挖靠家己的时阵，伊那何必搁再来仰望上帝？我唔知影，你是唔是属于？人生的胜利组，有可能你有真水的学历，有真好的工作，有真高的收入，
有真多知识，有真厚的才调，你会通靠家己解决所有问题。那呢？咱来问家己一个问题：这个时阵，你对上帝的仰望有偌济？恳求圣神帮助咱，让咱会通亲像细囝咁样，有迄个单纯的心，专念来仰望上帝，请咱当心来祈祷。听来，阮的主上帝，你的道路较宽，伫阮的道路，你的意念赢过阮的意念。恳求圣神常常提醒阮，让阮通知，阮无得夸口家己的敖，阮会通独独亲像细囝，单纯来仰望上帝。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靠主名求。